谢。真的吗？可以吗？散步。好了好了。散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。我是阿丹，我舅舅的周勋永勋。啊，就是接下来，这是最后一首歌了，真的了。这首歌叫做《散步》，然后括号是独自大哭版。之前有人问我说，为什么散步就是散步啊？干嘛还要再括号？哎，我的声音，为什么还要再括号一个独自大哭版？因为我们之后发专辑，我们的那首歌《散步》会叫做《嚎啕大哭版》，就是两个是不一样的版本。然后今天先唱独自大哭。只剩爱能说这样算不算寂寞，算吧。不断埋葬昨天的生活，不断重新来过。那故事换一瓶酒醉的会不会是我？这样算不算寂寞？不断埋葬昨天的生活，不断重新来过。那故事换一瓶酒，等等陪我去走走。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。下课，让我们再次谢谢阿丹玩球球的左勋右勋，耶、yeah ！那我们中场休息一下，大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上个厕所，如果口渴的话，也可以到吧台再点杯饮品，或是逛逛我们的铁花好店，还有我们周边的慢市集。那如果桌上有喝完的空杯空瓶呢，也可以先帮我们拿到吧台做回收。那在这边提醒大家，记得离开座位的时候口罩要戴好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一起期待接下来下半场的拉卡乌帽。谢谢大家。